打出碾装围，向西突围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会师。现在我命令，吃马肉。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，负责徐州以东的阻击任务。他们迫使敌人伤亡万余人，损失坦克战车34辆，消耗炮弹12万余发。 换得南北不满50里的正面，东西不满30里之纵深的。